其實是有兩大原因的。第一是詩花給了我一個很廣闊亦都很自由的創作的空間，因為詩花它的特性其實就是它不會受到季節啊或者天氣的那個限制的，因為在我做的時候呢就可以即隨心所欲一點，即喜歡用什麼花就什麼花。至於第二個原因呢，其實是我很喜歡詩花它象徵的一份很永恆亦都很經典的美來的，因為詩花它不會凋謝啦，同時它也可以將一朵花它最靚的時刻將它留低。我想將詩花和時裝連結在一起的，其實就是我們背後對於 timeless beauty 的那份追求啦。咁我自己其實咧，亦都好中意喺時裝嗰度啦，去揾一啲唔同嘅設計嘅靈感嘅。譬如好似 Gucci 啦，今季佢嘅秋冬系列，咁啊新任嘅設計師 Alexandro Michele 咧，佢今次嘅作品係俾咗好多嘅新嘅衝擊啦，新嘅思維俾我。咁啊，我自己覺得都非常之有趣。今次 Alexandro 咧，其實佢就引咗一位法國嘅哲學家羅蘭巴特嘅一句説話。咁我諗呢個就係 Alexandro 佢今次嘅作品背後嘅理念嚟嘅。創作嘅時候，我通常都比較中意一啲冷色系嘅。咁啊，今季 Gucci 都用咗好多嘅冷色啦，好似金色啊、藍色啊、紅色等等。咁呢啲顏色全部都俾一種好實淨嘅感覺俾我嘅。咁但係呢份實淨以外咧，又有啲花卉嘅圖案啦，花嘅飾物去中和。咁中和出嚟嘅嗰份中性美咧，我自己就非常之喜歡。